现在来邀请我们的长官哦，为我们今天的活动来带来我们祝福哦，谢谢，感谢我们邀请乡长，谢谢。谢谢主持人，我跟长官啊吼，先讲话，咱即只吼先感谢着咱的县政府啊，咱的县长，吼啊，甲咱的议会，甲咱的代表会，甲咱的村的，甲咱的社区吼，大家这么久以来吼支持着咱公所，啊，为着咱会大乡公所吼办这么侪这么好的一个活动，不管是人力还是财力顶头的帮忙，和咱的公所。甲代表会一直有法度伫地方做着，不管是建设、福利还是服务啦吼。人讲政治就是服务政人的代志啦吼，所以一直一个对的代志，阮就一直落去做。啊，所以讲未来咱公所甲代表会，那举办着真济一个活动，那做了无好，咱会使欢迎着咱所有的乡亲继续给阮一个指导甲指教，阮会阁继续拍拼。啊，阮会和县长同款，哦，继续来建设着咱的中华会团，和咱的家乡、和咱故乡会当更加美丽。而且吼，感谢着咱今仔所有来甲咱现场，不管是咱的长官、贵宾，还是咱遮的乡亲士大，吼，感谢你支持着咱公所的活动，和咱会团阁一届阁较好。吼，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乡长。好好的，那我们紧接着呢要来进行啊，在我们待会啊为各位来做整天的安排当中，大家欣赏着花海，参与着咱的控油的活动，来参与着我们2024哦回短乡控八控控，就是爱控油哦这个花坛哦 pass 控哦这个花坛 pass 控的活动当中，当然最重要这个花坛乡啊乡长杯歌唱节目欢唱的活动，现在呢就准备为各位来做呈现。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为了配合呢，我们花坛乡年度的这个活动当中，2024花坛乡哦，这个控八控控啊，这个系列的活动，所以呢，哎，我们呢，哎，在这个这么棒的花海当中啊，来办理这个歌唱节目，花场这个乡长杯的歌唱节目。那我们因为呢，在我们今天哦是录影哦，在现场来做这个户外的这个录影，所以呢，如果说在演唱当中哦，当然就没有办法。法暂停，还有重唱，还有呢升 key 调，所以呢升 key 跟降 key 呢，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参与民众哦，那民众后面又哎给你爱提亲哦，来咱的老师哦，给咱提早咱弄做些注明给他准备。我们现在就要欢迎我们第一个歌唱的啊，第一位歌唱的这个表演者，就是来自那花坛乡呢文德村哦杨雅婷，邀请杨雅婷，好来邀请雅婷。雅婷呢要带来这一首歌曲哦，真几工啊有落啦，所以土地有较松淡薄啊吼。但是呢，这首歌曲哦，啊来演唱者轻松的歌曲当中，带给我们今天这天气哦，就像那个歌曲一样，非常的舒服哦。所以呢，嘿，雅婷，你也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对不对？对。哦，我们麦克风可以讲。好，在网络上看到的，所以也是参加这个秒杀的歌唱节目，对不对？对。好，所以呢，来自文德村的雅婷，要跟咱唱这首歌曲《雨水我问你》。来，热情的朋友先来欢迎雅婷，谢谢。Thank you.
带给我们今天呢这个歌唱的整个的开场哦，等一下呢我们所有表演的这个活动的好朋友哦，大家不要紧张，可以等那个我们的歌曲结束之后呢再离开我们的主舞台哦，然后我们的主持人也会让你到台上的时候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好，来，紧接着是来自长沙村的李双妹。双妹，邀请双妹。双妹她说要体会到台上的经验，所以你不要参加这个歌唱的。有啊，今年第二年了。哦，今年第二年哦，所以台下没有评审老师比较不会紧张。哎呦，原来有这个评审老师有监督的感觉呀。对啊，哎呦，真的好像在考试一样，对吧？哈，对。好，那我们的双妹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因为这今天播出的这部是在咱姜伟车一车机机哈，我们那个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当中，所以呢，大家都会在那个第四新张电视台当中，我们第四频道会看到大家的表演，所以呢可以就这个舞台跟咱所有好朋友啊，跟我就这个舞台介绍个 DJ 啊，来，好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安娜，自我介绍，对对对，来自我们，我是住在花坛乡，我名字叫李双妹，是安娜，也快新年了。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哇，太棒了哦！好，那双妹呢，带来我们这个演唱的歌曲，这是我们雅文老师的歌曲哦，《亲情海花》。来，我们来听一下双妹的歌声。好，谢。若经过，演出老情歌，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咱讲妈咪有希望，也会经过生境，老歌词唱过。面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喊。
也一定会生病。老歌输赢，我无心听。对着海风歌声唱大声话，如你心，你敢有看？彼颗心沉在深深海岸，若有我才，你就幸首好歌。好，那我们紧接着要邀请哦，这是春慧，邀请我们第三位呢表演者胡春慧，邀请春慧来，我们春慧呢非常欢迎哦，来报名呢这个新章的这个我们的花坛乡长辈的歌唱节目哦，这边有请啊，这春慧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还有在座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打个招呼一下，嘉宾哎早上好，好春慧好，嘿，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看到这个活动来这个？哦，也是网络哦，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出门不看电视哈，可是一定会看网络手机，对不对？好，那平常也有在参加，就是平常是喜欢自己唱吗？还是有参加歌唱的比赛？没有，没有。哎呦，真的是很棒，我们欣赏有勇气的好朋友哈。好，来，我们紧接着邀请来听一下那个春慧的这个歌声，这个国语歌曲这首好像比较少。看听到哎，可是春慧你也是街头艺人，对，所以你是在表演是哪一部分的？表演唱歌跟跳舞。哦，唱歌跟跳舞哦。对，哇，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哦，可以在舞台上呢看到春慧的表演，将我们呢唱在舞台上呢看到的，在电视机前面呢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一个女孩的心意。来，我们热情掌声欢迎，谢谢。想过去，你那天拦约我，我没有答应你，我只是低着头默默无语。希望你能了解一个女孩的心意，希望你为了爱有被拒绝的勇气。我还是在这里，今天晚上的星月分外美丽，想起今晚的夜晚是过去，你那天来约我，我没有答应你，我只是低着头儿默默去。
感谢呢，纯爱带来的这个表演哦，哇，这一首歌真的很有那个舞台的效果，带给我们今天的现场。这个怀念的经典歌曲当中，总是比较耐听。咱讲新歌听流行，旧歌就有感情。所以呢，我们在座所有好朋友，你们安排的歌曲，就是尽量在舞台上呈现，都是最好、最棒、最优的。也借着这个舞台当中，等一下如果你要告白，我们也可以哈。还是说哈，想要借这个舞台呢，跟你最重要。最想要讲话的这一个人哦，所以说哦，我从较早咱拢讲到阿莹，我阿莹听哦，伊买想讲借这部台讲阿母啊，我听哦啊，安尼哦，好嘛，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放轻松，轻松唱，因为咱大家是来参加咱歌唱节目，唔是咱比赛节目哦。好，来我们今天的邀请哦，琼月，邀请琼月，琼月呢是来自我们这个邻近的乡镇当中隔壁的啦吼，哎，咱的邀请到咱的。临近除了我们这个花坛以外，咱的花坛、秀水附近的咱的所有乡亲，只要看咱电视这部的乡亲朋友，拢会先来报名哈。好，所以呢，这个琼月，你是伫都看到咱的这个报名的频道，这个网络，网络啊，你嘛伫网络呢？网络即马唔是噶，因为报名个就搞镜头刀啊，无啦。琼月，你是有咧参加咱的歌唱比赛无？啊，是讲。无哈，所以不要紧。头先主持人特别讲，大家放轻松，莫紧张。在那个舞台当中，你想哦，过年的时阵，咱大家啊，亲戚五十，大家拢来行村。坐在咱的嘿电视机头前的时阵，哇，下晡两点到三点，会去切到咱控视这个频道哦，可以看到咱表演节目。好，好啊，所以呢，咱借这个舞台，会使跟咱电视机头前的朋友来拍一个招呼一下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哎，安尼琼月，你无介绍你家己，你甲大家好了，嘛是感觉你足紧张。哎，我来讲，主持人甲你访问的时阵，咱若加讲两句啊，内面咧唱歌就较轻松啊，哦，都袂紧张。尤其我知影头前有三支卡麦拉吼，啊，咱若看了这卡麦拉时，虽然三个念影书拢足缘投的，不过看了这个机器吼，咱嘛是足紧张的啦吼。啊，无要紧，咱也尽量轻松唱，放轻松。哎，刷落去所有的表演者拢赶快。一样的，大家轻松唱，开心的心情迎接我们美好的一天。好，好，来带来这首啊，不管你也紧张，因为唱这首就感情的歌曲，哎，伤心第四代。大家来，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来自琼月的歌声，谢谢。Yes.
声手足相拥。不知你敢有听伊起叫乱歌唱出的阮，因为伤心顶日拢无怨恨，真心来换委屈，真心嘛无后悔，就像阮当初的。琼月带来的好听的歌声，再一次非常感谢。好，这一次呢，跟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以及呢参与我们歌唱的好朋友们再一次说明，今天呢，所有的我们今天整天的这个活动当中的演唱的节目哦，是在我们的新彰电视台的频道04以及85的频道台当中，在我们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哦，下晡两点至三点，为我们在那个频道为各位来做播出，以及我们还是会有重复的播出当中我们的这个时间档。再一次呢，谢谢我所有报名呢参与啊这个花坛乡空吧空空花坛哦 pass 空哦。我们花坛乡长歌唱杯联欢活动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再一次非常感恩感谢。好，紧接着邀请来自花坛乡呢永春村哦陈巧恩，邀请巧恩。嘿，巧恩呢，嘿的职业是老师哦，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自己是哪一来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朋友，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好朋友介绍自己一下喽。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巧恩，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是，所以我们巧恩是老师，是国小国中。我是国小老师，然后在台北教书。哦，在台北哦，所以六日的时候，尤其办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通常都是在礼拜六或是礼拜天，所以就刚好可以回来。那你也是刚刚稍微知道你在去年就有参加了，所以
真的哦，有一次的表演的经验之后，今年来是不是觉得那个准备的曲目又更不一样，对不对？对，然后就比较没那么紧张，就比较不会紧张。我跟你讲，台下没有评审老师更不会紧张，对不对？虽然我们有这个荧幕，可是没有关系，你就当就是觉得今天就是自己开演唱会一样。你演唱这一个这一首歌哦，算是在婚礼场当中，真的是听到这一首歌是会落泪，非常感动的，感动的一首歌曲。相信呢，这个以后呢，哎，你结婚了吗？啊，还没，还没哈。而且我们这个是前面跑马灯有这个联络电话啊，没有啦哈。好，来，我们呢来听一下乔恩的歌声当中，相信在我们未来这首歌曲也带来我们很多很多的感动。好，来带来这一首《别人的》，来，热情掌声欢迎。
谢谢，感谢乔恩的歌声，哇，我耳朵都恋爱了呢，哇，好好听哦，法郎哎，你唱的真的不输那个婚礼歌手所演唱的那个水准，超棒超优的，感谢我们的乔恩呢带来真的好听的歌声，法郎哎，深深的感动，就是咱所有的歌声当中带来咱深深的感情哦，所以呢，我们紧接着呢邀请哦这一位跟乔恩是姐妹，所以是姐姐哦，要带来的演唱节目哦，孟辰，我们姐妹花呢来，我们邀请孟辰跟我们电视机前面还有所有的在座朋友打一声招呼喽，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陈孟辰，然后在新的一年祝大家龙年行大运，金银财宝龙中来哈。哇，赞修丢哦，真的，未来呢，新的一年当中都是龙年哦，所以真的大家都龙中来啦，金银财宝好运龙中来。听到咱咪咪的歌声当中，我们也要听一下孟辰的歌声哦。哇，这个姐妹一起来报名，也让我们今天的舞台当中哦，真的是分享好听的声音。来，孟辰带来这一首也是非常有感情，而且两首歌其实是要。真的要有一点点能力水准的水平点的这首歌，刚刚那个白狼也是白狼也哦，这首歌唱的好不好？那个感觉，那个味道，真的你就是刚刚那个我们的这个演唱者带来的氛围就是很棒，所以孟辰带这首歌也非常有感情的歌曲《莫恩辉》，来热情掌声欢迎。
神鼓励，谢谢孟晨好听的歌声带来这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的诠释。好，来紧接着邀请那么瑞珠，徐瑞珠小姐邀请。 好我们瑞珠呢，来我们瑞珠呢是来我们跟来自园林市，也是非常宁静的乡这个城那个乡镇，所以呢借由这个舞台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咯。主持人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新年快乐，我来自园林，我是瑞珠。是，那瑞珠你平常的话是在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接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讯息？平常都有在浏览 FB 的讯息，关心亲朋好友，然后被我看到这个活动在田里面举办，我觉得超特别的。我小时候也在乡下长大的，是，然后在田里面跑来跑去控油啊，烤地瓜，烤番薯，所以我就想我要来。可是你要演唱，所以你有报名这个秒杀的那个控油，对对对。然后我看到他唱歌，我就想说，哎呦。我来唱歌嘛，未歹呀！我都控油，对对 对, 對、你知道吗？尤其真的是结合到这个户外的活动，你想我们这个控油一开始到我们整个结束这个时间当中，如果你有报名又来这里参与这个歌唱的节目，真的是相辅相成。尤其在我们美美的花海当中，你看我们这边后面是整个片，然后另外也还整片都在我们伦雅社区当中花秀路旁这样那么大片的这个花海当中唱。歌不一样的氛围，对，我觉得这个活动相当的棒，相当的棒，感谢主办单位。对我们这个，而且你知道吗？今天当中这个节目都还会转播，等一下我们的新章频道当中04以及85频道，大年初一、初二、初三，记得下午2点到3点都会将我们今天的表演节目呢呈现在我们荧幕上哦。好，来带来我们要听一下咱水珠的歌声，带来这首歌曲《无缘的人》，来热情掌声欢迎，谢谢。无缘的人，无缘的人，你敢知影？
叹，天后对咱就袂搁等。无缘的人，啊，无缘的人，你敢知影我的感情是用这重？我用一生的时间，也袂当来无遗憾。谢谢，感谢瑞珠非常深情的歌声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再次呢，谢谢我们今天的与会所有参与的嘉宾好朋友。好，让我们今天的邀请是来自福星乡的李友萌李大哥，大哥好，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打一声招呼，还有自我介绍一下。好，来，大家好，我是来福星的那个李友萌啊呢。好。有较紧张哦，我跟你讲，轻松唱，唱轻松。主持人一直甲咱讲哦，所以咱加讲两句啊，拢袂要紧哦。嘿，咱安尼目前是咱退休啊吗？啊是，哦退休了吼，所以你个安知吼，咱有阵啊退休的时阵参加这款歌唱吼，以及咱普通时咱出来底用咱歌唱嘛是一个运动吼，所以呢带来这嘛相信讲呢，这个李大哥也是准备的相当相当的练习相当的久吼，来要在舞台上呢为各位来做呈现这首歌曲。哎，你唱这是找音来刮呢，这嘛不简单呢。一般哦，我拢感觉男，这个演唱者男生通常都会选男生的，很少听到会选女生的歌曲哦，也很少听到这个是谢金燕的歌，很少听到，因为拢唱，拢知影谢金燕是唱姐姐呀吼。啊，无伊这首歌无同哦，听看蛮有感情的歌曲对吧？哈，早对了，很早的。好，来来，我们李友萌大哥要来演唱这一首歌《失去你，我要安怎活》。来，姐姐的婆婆声，谢谢，欢迎。
一杯酒，思恋的酒，安慰着寂寞的那灵魂，疲倦目屎拭袂干，犹在阮心内孤单。哀怨的歌，总是一声搁一声。啊，失去你，阮要安怎活？亲像鱼无水，无通依偎。啊，失去你，忍受着思念的折磨。哀怨的歌，总是一声搁一声。谢谢，感谢永蒙大哥带来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失去你我是变怎》哦。那作为感谢来送姐姐，我们一起来报名哦。这个在我们这个2024年当中，大家来参与的这个花坛乡空半空空。